马上开始我们的下一轮的比赛，同样还是昆仑决超重量级八分之一决赛 A 组赛。首先是来自日本的破坏王加诺莱，有请。Introducing from the blue corner, Jairo Kusunuki。接下来各位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的对手，来自我们中国天山哈萨克族的征服者阿斯哈迪。 And from the round corner China 阿斯哈迪，掌声给他。你向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这一轮对决的两位选手的基本资料。首先是蓝方的来自日本的破坏王加诺兰，身高是182公分，26岁，10胜5负的战绩。而在我身后红方的是来自中国的，也是来自天山的哈沙赫族的征服者阿斯哈迪，身高是188公分，年龄23岁，在昆仑决是1战1胜的战绩。这个比赛应该说我们很期待，为什么呢？因为在发布会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我们这两个选手在称重照相的时候呢，结束的时候两个人友好的握手啊，我们觉得很有这个友谊的氛围嘛，但是发现他们两个的手不松开。他们两个人是喜欢上对方的吗？我们也是这样想的，以为他们是惺惺相惜啊，觉得最需要是知道对方是对手。对，首先用自己的握力去感受一下对方的力量。哇，你太厉害了，看看虚实，是真的是这样子。所以他们两个在当时就开始了较力，所以今天这份积蓄的力量将要在我们的擂台上释放。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from Japan, Jairo Kusunuki. And from the right corner, represent China from Kozak ethnic group, Ashati the Conqueror。各位，此时此刻剑已经上弦，子弹已经推上了膛，怎么办？开始比赛。有请本场比赛的场上裁判，来自韩国的 Kim。 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江苏卫视和昆尚传媒联合打造的大型综合格斗节目昆仑决南京站的比赛现场。下面进行的是100公斤以上超重量级的比赛，是由红方的中国选手阿斯哈迪对南方的日本选手加诺南。我是现场解说中州陈佩。我是蔡志贤。比赛马上开始。好，这个两位选手啊都是以拳为主的选手，
然后呢，我们可以称啊，这个阿斯卡提啊是大一号的勒德斯拉，怎么说呢？因为他也是喜欢在场上啊玩对手。那双方啊都是以拳重为出名的选手，哦，几乎都不太用脚。我觉得这一场是真正的巨人之战，他们在身高和体重上可能在今天可能综合上可能排在第一位。那这位日本选手啊，加洛南啊，曾经啊被他的对手赏了连续二十个袭击哦，都没有倒。后来在空隙之中呢，赏了对方一拳，对方就倒了。哦，所以你看那个加洛南啊，他那个拳呐，啊，他就重、而且抗击打能力也很强。是的，对，这样重量级的比赛是风险非常大的，随时可能一拳就结束掉了。那阿斯卡提啊，除了这个拳厉害之外啊，我说他会不会用脚，他说今天会尝试做一做啊，所以两个人哎已经开始出脚了哦。对，重量级的选手常常出脚相对是比较难的。是的，然后他们两个人啊，虽然身高是188、189啊，可是在他们这一组里面啊算是矮胖型的选手。对对对，看起来就特别壮。然后阿斯哈提啊，好，他这个名字啊是有超越的意思哦，希望他能够超越自己拿到今天的胜利。阿斯哈提我觉得是中国重量级比较有希望的人。对，哎，你看哦，在耍哦，阿斯哈提在耍对方了哦，对方也在耍，两个人在互耍。对，在这么紧张的比赛中能够有这样的表演，实际上是也是一种明星气质。只是说阿斯哈提的护手啊，他的手哦，后手是一直扣在这个自己的下巴这边哦。我前手耍你，但是我后面的防御是在的哦。哦，两边在拼低扫哦。哎呦，哎呦，打得好，有效了，有效了。好，接着打，啊，打了。哦，就是被一个重击击中了。我只希望他能够站起来。我成为日本大哥啊！好，我差点撞到自己的椅子啊！哦，在这个 corner 在角落的椅子要把它收起来哦，以免撞到椅子是相当危险的事情。好，现在接着来，应该撑不住了，接着打，接着近身。日本选手啊，说来，应该近身，接着打组合拳。对的，这不行了，撑不住了，接着打，争取能打到一两记重的。哦，还有意识。好，打直拳。对，对方想用勾拳啊，引诱这个阿斯哈提进来。但日本选手常常也是比较顽强的。对，他等你进来的时候，他用勾拳。我觉得还是可以压下去，是，对，然后这个摄影师啊压下去，对，在保护自己，因为摄影师怕被弄到台下去，找到机会，来，哎，好，接着，身体打击很重哦，好，阿斯哈提要一鼓作气，对对对，争取 KO， 朱六，对，你还有袭击啊，哎呀，阿斯哈提忘了还有袭击，刚才看起来是有希望能够 KO 的，是的。该内拳很重哦，我们再看一次。啊，一个勾拳打中了，哦，哇，倒了。还有这一脚把它缩回来哦，非常的潇洒。挤不进去啊，那个拳架抱得太紧了，挤不进去。但他很有经验，这时候应该做膝撞才对啊。你看那眼神是坚定的，刚刚你看哦，阿斯哈提要做这个闪躲，连摄影大哥的镜头都跟不到，他不知道人要躲到哪边去了。哦，后手重拳打得好，这拳后手重拳打得好。他说不要打了，这个手抱起来保护自己的头部。好，第二回合开始喽。好，阿斯哈提啊，一样盯着对方。哦，低扫，这个日本选手很好强哦。你要我进来我就来啊，打得很好，接着打，对，来，你叫我来我就来吧。我的观点是不在讲话，对，在讲话，打你嘴巴，对，在讲打你嘴巴，对，回应的非常好，对。再抓嘴一点。我的观点是，对方表演的时候，其实精力还是有分散的，应该这个时候可以继续打。是。对，你在讲吗？对，看你多能讲。对。啊。但实际上，这日本选手还是有怯的。啊。哦，这个日本选手的还击差一点哦。好，打得好，这个拳法相当好。是的。对。
再教他打，好吧，你教我打我就打。哦，对，打肚子再接打头，一个组合相当的漂亮。哦，这个日本选手还相当的顽强，而且很自信。你看他打吧，对。哦，低扫对低扫，哎呦，都躲掉了，头部的闪躲也是蛮不错的，这日本选手。日本选手，你看到，他前面的手啊是躲到屁股那边，哦，他是在防这个低扫的样子哦。哦，也许想打出个冷的摆拳来。我们再看看喽，他那一拳放后面，还没有看到他那一拳放后面的作用。哎，没错，他会打出一个冷拳来的。我觉得他从刚才的这个闪躲的这个状况，他没有失去意识。没有没有，对对，他眼神也是对的哦。对，看，继续挑衅。哎，换我来啊，对吧？你来打我来打我。双方互相挑衅。哎呦哎呦哎呦，打到光头上面了。哎呦哎呦，啊，手还在放后面，这个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隐藏的武器啊，哦，你看这个前手一直放后面，对，还看不出来他在葫芦里卖什么样的膏药啊。我觉得他可能想打出一个冷的摆拳。对啊，不要说你手已经受伤了啊。对，但也有可能手受伤，他一直摆在海岛。对啊，不知道为什么。对，如果一直没有打还真有可能受伤。来来来来来来，双方都是诡计多端了。哎呦，踢到了这个，快踢到屁股了。这一场是娱乐性比较高的一个比赛哦。对，其实他们的拳也挺重的。对对，这个啊可以说是生死一瞬间了，应该说这个日本选手还是承受了很大的压力的。两个都是跟大卡车一样啊，那么壮，而且拳头都有相当大的一个杀伤力。我觉得你刚才观察有可能对他这个左手是有可能有点，还是不服气哦。这个很有气势，手不行了，手不行了。对，我觉得手不行。哎呀，太可惜了。你看两场比赛都是手废掉了，这个手是相当的重要。对，所以我刚才说你的观察是非常细致的。他后来既没有防守也没有进攻。对，他不比了不比了。对，拇指在做勾拳的时候拇指应该断掉了。对，然后对可是也要为他了，就是鼓励一下他，毕竟还是打到第二局。对，拇指断掉了还是撑了一回合，坚持打完了第二局也是令人尊敬的。大家跪下来跟大家说对不起，我们还是要鼓励他，尊重他这样的一个奋战精神。对，因为他没有完成他的比赛哦，他觉得以他的武士道而言呢，他没有对得起他的一个对，因为我没有对得起这个观众。对，我们看咱日本选手和韩国选手其实都是相当顽强的，是他们如果不能打的是真不能打的。对，我们看到这个阿斯阿提亚，他的一个战袍相当的漂亮。对，勾金边蓝泥底的一个战袍，好漂亮啊！金丹阿斯哈迪打的也非常漂亮。我觉得中国重量级的未来之星是阿斯哈迪。不要碰烂手，那个裁判忘了再拉烂手。裁判裁定，我们的蓝方选手手臂在比赛一开始的时候就骨折了，他一直在坚持比赛，但是在最后一回合他无法再坚持比赛，所以因伤放弃比赛。结果红方胜。但是我想我们应该仍然把掌声送给这位顽强的日本选手。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昆仑决大赛的创始人江华先生，还有昆仑决的赛事总监托尼陈先生，为胜者颁奖。掌声再次祝贺我们的获胜者。